发生什么代？我那爹发作，不当命去，伫个万华洞，伊讲必须要四张三去，伊才肯放我那爹。紧闭气，阮这下都要叫你那爹啊，带。走。发作，记准你一个人去。啊？文水，我唔听其中有诈。 我唔知影，其中有诈。温水，将来都唔知影啥物叫做惊啊！大龙，喂，喂，关水，关！啊，你真难呐！安怎啦？这我平常时讲话就咧含慢啊，这你煞比我较含慢啊！嗯哼，啊，当我劝关水较细腻咧，哎，啊，安尼也唔对哦。哦，你只要讲劝哦，你就知咱关水用真自大心骄傲。 呀！你管我呀！那个讲了就讲，这叫做急啦！八步八步。梦想。
你已经中了圈套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大波动小妹，苏翠玉。我误会，知影你的法术高深，所以特别摆下这个万花阵来威胁。今嘛，你的双手已经未当捏拳，法术可那高深，嘛是无多通脱身。我这个话不困。当年婚别的花灯，临别两人何叮咛。小姐，这是苏波动的事情。不过，表哥，我知万花镇是你所败下的，只是我袂当明白是，你的法术高深，是安怎，你也袂正面甲四丁山交手？为了保全大王，身上伤起的代志。你根本都唔捌，表哥，温大哥。我来处理的人头，倒转去。非得你嘛活不成，我又搁不忍心拍你。
互你死在这个天昏地暗之下。离开乌龙山了，花不回呢？伊的去处，什么人嘛唔知影。你想要害我，就下手。本是并无伊要害你。你暗你存心吗？大哥已经退休青龙关，啊，不过伊决定调汉江关的兵马要来对付你，千万爱较细腻的。苏万岁，你是讲汉江以东全部拢属于唐朝的天啊？无唔对。本帅在龙珠面前夸下海口，这半年来修得状元，想袂到，上个可恨就是迄个花夫。龙珠命伊帮助我，伊却是始终唔甲这个四顶山正面交锋。你是父亲，我怕都好惹，只好照着烦恼将军你了。哪里我这个点住十万的水军，守住在这个港口，四顶山因来一家渡江而来，我就杀到片甲不留。多谢烦恼将军，哪里本帅就镇守在青龙关，一方面屯粮养马，一方面等那烦恼将军你的接报了。嗯，大宝同大嫂。梁山应该在飞行，领兵继续征西，乃出人间，如果牵一盏婚书出来。哎呦，兵了王啊！这回这盏婚书哦，这主也是无答应呢，是我老爹做主的呢，我才将金定姑娘给娶回来呢。啊，不过梁山已经娶妻房了。哎呦，人讲嫁人嫁福气啦。嫁甲娶一个啊，哪有什么关系啦？甲娶二房的嘛，对唔？
我再讲，这回金鼎姑娘是救世主两摆呢，得罪到花无魂，连累到因老爸，到生死不明啦，爱到一个孤零零啦，啊，你是要叫去倒位啊？因等金鼎姑娘有救过金山两次的性命，这层婚书就为了听天水做门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我老爹就出事要来共做五六个嘛。我念迄个名正言顺的啦，今仔日是世主啊，甲金鼎夫人吼，会下梅酒啦。老天水，哦，你安尼讲，堪称佳作，即个好一面呢。啊，是安怎拢唔搞倒翻，敢搞做唔难？哦，一日是爱多一届千金小姐啊。哎，我顶日就甲你讲啊。是金莲啊！啊，啥人啊？是金莲啊！是伊啊！大夫，一我都甲你讲咧，讲我拢总是做迄个便饭人啦。你明白哈？哎，阿头，醒啦醒啦！哎，进来啦。啊。你甲这个老的吼斗阵较久，较知伊的性情。伊即摆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啊，意思真简单啊，就是讲你甲紫金莲无匹配啦。我甲紫金莲无匹配，啊，我是倒位咧无匹配？我即摆来人才，你甲看嘛。好诶，好好，水甲歹咱先卖讲啦。啊，你敢有想看你外老无？啊？哦，你若敢笑想要娶人迄二八佳人紫金莲啊？我老，兄弟，我今年才二十五岁啊，尔咧。哈？你才二十五岁尔？哦，啊是讲你家仔即马甲你讲出来，啊若无，我叫是你娶五十二啊咧。啊？啊无喙手奈规个老甲火煞煞。你唔白，即个喙手叫性格喙手。姑娘若看到我，大家拢袂到死死混混咯。哦，以前阮小妹常来讲，表喙手就爱抠起来。我讲不用的，少苦断黑苦流，喙手不过抠呀。好安尼，好安尼。啊，你抠喙手甲唔抠喙手，甲我啥关系啊？我再平断去插你。安那安那。甲斗三工去，我要报仇，你爱甲我帮忙。报仇？下无你是要提啥报仇？陈金鼎，吼，伊刚害我暴露陷阱，即摆佫甲阮小妹咧招天安排，这无佮害到阴暗酒空房哦，我唔甘愿。好啊啦，煞煞去啦，我都无咧佮你同款食饱伤闲，佮无做咧无聊的代志佫。等等等，真是唔敢斗三工，安尼袂要紧，你会秘密我几个佮拼出来。啊？我哪有甚物秘密啦？你无秘密，哎。你讲你咧讲大执平官的时阵，你甲刁犯我的代志，你了做无人看的是，啊？
亲目睭看到你啊，把迄个刁员我下一杯头毛来，赶紧甲藏起来。这分明就是你去害着刁员。好啊，一路，卖阁讲啊，你甲留一下面子会用的未？用的，爱顾面子吼，爱甲斗三工，帮助我向陈金鼎报仇，啥款？好啦好啦，咱来想一下妙计，啊无冤案吼，对阮细咱甲拖掉，卖互你洞房安尼，毋就好啊？今日是你去金陵洞房花烛夜，你来这要创什么？依照古例，先来背叛古例。你爱一个新房，我才无愿意，别人讲我是一个熬食醋的人。对不起。
真难看。你要去倒位？到处一问。当年是要新娘房咯。要去新娘房？袂去，袂去，等等。哎，进来。嗯。正讲袂去。啥？你唔去，我是要改变了外号。好啦好啦，讲啦。新郎官，新娘叫阮喏，对你讲，铁骨的功夫才是当当人。这是功夫啊！先爱举起大招鼎，搁再上招鼓。万岁！虽然你功夫真好来讲，但是要拿石鼎来弄石鼓，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。我看归去安尼，新娘房咱卖去，斗阵来啉烧酒。嘿，不动手，人误了我良辰吉时。哎，新郎官，迄坛是金钉的。卖钱则袂老贵，功夫若歹，是爱罚跪。唔只是伊罚跪，着搁吃起了重啊跪。我，我来去问陈金鼎。苏万岁妃啊，四定山征西大军已吹到丰都，今日借机起行，离开苏阳城往函关关而来。若无四军所动，虽战船无法渡江，只得在函关口待下营盘。但是四定山不但勇不可动，而且兵法含蓄，麾下兵多将广，若无围恐不能自救。当万岁速速接还，函江关守将韩龙必败断手。这个韩龙就无到对面四顶山，这苏娘，苏弟呀，当日金龙啥样？啊，这件代志本来就无意外嘛。你该想看卖，这四顶山我住在万花亭中较险啦，可见啊，伊毋是一个好对付的啊。孙兄，哪里一般做？只要有法度消灭四顶山，遐几十万的大军上千百的勇将自然就会瓦解。也毋过啊，非得着花无痕亲自上阵不可。苏兄，你讲这是不是废话呢？嗯，这个花无痕，伊做代志根本就无分轻重，伊要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嗯，而且大王保伊、救伊，嘛无伊法度，我哪有办法？嗯，而且当军部保兵啊，是要叫我如何是好啊？苏弟，你无必要心急，面对这支铁棒。乃是修炼千年的法器，暂时也有法度帮助范龙抵挡动军啊。不过师弟，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叫那个花无痕啊，速速前来接应才应用。啊？啊，有啊，嗯，我来接修书一封，托伊马林公主去看花无痕。你家己无本事，就不应该领下大王的旨意，做啥物立党大元帅。啊！不过我同你叫你再帮助伊哦。我已经有帮助过伊，万花镇就是我精心设计，
这个苏宝堂未晓掌握，坐失良机。就亲像伊未困所用命同款，去年予堂主多位重班，只能怪伊家己，无缘怪别人。好，放开苏宝堂，莫讲，你是咱西辽国的第一高手，又阁是阮父王的亲外甥，敢讲你正是要目睭金金，看四千三的大军，讲对伊囝来信？无就你是希望我安怎做啊？这条在四金山啊，凭你的身家至宝不容易，绝对袂输伊的嘛。妈的，我唔甲你讲过，我袂肯甲四金山正面交手，就为了要顾全大王良体安泰。我袂死。你。调戏丁山，任由党军来进犯。只为一刀苏宝堂，逼伊真正一两梦。你这是什么话啊？我以苏宝有何羞？爱以宋明为何忧？暗中惊阴谋用，暗算之妇你心不良。根本是你派恶人，你的当者煞比梦，我无甲伊无来往。你不去做苏宝堂，叫你放好咱这冤枉。根本是无理取闹。妙说完，心心相。
Thank you.
着铁板道人，心中真烦恼事。其实，阮是心中烦恼，不只是一个铁板道人，我所担忧的是。皇上要回长安的时阵，祝福你继续前世。也毋过，如今函关关无法攻破，并非受阻碍，也难怪你心中忧愁。夫人讲得无，只是本帅所答你的事，你是无法答应的。现在，你的心思是不是会用我甲你约看卖？有这个主意，只是替办的，一定将那副替办死如钉板。那想要占入青龙关，到处替办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。不知应该派什么人去？我来去。你，哎呀，你就是要青龙关偷地替办？哼，哪只？
我早已讲，要施展团队法，无着性命的危险来偷提铁板。严哥，你不管啦。哎，徐万岁，我若成功倒转来，你就要答应我一项代志咯。一号，什么代志？什么情况？讲。是自然代志哦，我讲出来，你一定会讲你袂用个做主的。但是我知影，你上少会当做主一半。你若纯粹答应我，我就较安心的啦。一号，我无到底是要爱我答应你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。我若成功转来吼，你得将恁小妹四金莲嫁我。我好无啦，啊，袂用的，袂用的啦，迄手尾力有人吼，是天生，我偏来甲你教。我得洪台伯伯吼。真的，别走了，我看到安尼啦。恁大兄阮元帅吼，要派我一个公务出去啦，啊，所以吼，我今要来去啊，啊，进前要先甲恁问一件代志。问啊。是讲吼，恁大兄人就生做遐缘投嘞吼，哎，啊，娶迄个陈金丁遐尼歹，心肝内唔知安尼硬要硬要。是甲你什么关系啦？关系是无啦，是讲吼，我咧感觉伊无啥趣味啦，所以要来听看你的意见啥款。好，你敢听我详细？好，我现在我来。望恁遐来呀，无奈我个乖。虽然结婚这也应该啦吼，什么应该不应该，啰嗦不停，你为何来？有缘将你养配鸳鸯，无缘对面嘛不相逢。你听有清楚无？山地。哈哈。山地，哎，这嘛意思唔能骂我。嗯。后夜就来陪我啰里啰嗦，讲一挂无聊话，骂你，电视都伊在讲污啦，骂你。哎呀，好玩笑咪咪呢。哎，但来讲，骂是爱，那怕是疼，要笑，一天唔来对我有意思啦。哎，我个今年今晚是回来爱我哦。